8月30日，长城汽车以智能长城、越野长城、世界长城为参展主题，携旗下位牌坦克、哈弗、长城炮、欧拉、长城灵魂六大品牌首次相聚2024成都车展，多达20余款重磅车型集中亮相。在长城炮的展台，全球高性能越野皮卡 2.4T 越野炮正式上市，全球长续航高性能豪华皮卡山海炮穿越版开启预售。 2.4T 越野炮起售价为17.88万元，作为中国首款全地形量产越野大皮卡，越野炮以原厂改装优势深受越野玩家信赖。越野炮搭载 2.4T 加 9AT 强劲动力组合，最大净功率135千瓦，1500转即可爆发480牛米的最大扭矩，百公里油耗低至8.7升，配合78升大油箱，拥有900公里超长续航。越野炮配备同级领先的 AGM 大容量蓄电池，容量高达92安时，北方寒冬冷启动一键搞定。新车标配前后桥电控机械式差速锁，匹配分时4驱。野外探险，即便三个车轮同时打滑，也可轻松脱困。配备6种全地形模式，轻松胜任全天候、全路况、全场景艰险征途。同级独有越野专家模式，可自动关闭 ESP 等电子辅助系统。车辆控制权100%交还给司机，让越野玩家尽享纯粹的越野乐趣。山海炮穿越版定位全球长续航高性能豪华皮卡，是一台可以带一家人舒适出行、从容征服全球山海的高端宽体车型。它以无与伦比的穿越能力、出众的拖挂能力、百变的改装能力、全场景休闲适应能力，成就真正的户外之王。国产唯一原厂标配双油箱，主油箱78升，副油箱53升，均可独立供油、独立油险，综合续航可达1400公里，长途穿越抗风险能力更强。一箱油即可完成拉萨经800公里羌塘无人区至南疆的大穿越，4箱油即可完成穿越 G318 全线，8箱油即可穿越中国最长万里国道 G219， 是真正的穿越之王。山海炮穿越版车长超5.4米，车宽近2米，大尺寸带来大空间，乘坐空间更大更舒适。皮卡首创后排座椅电动滑移及迎宾，最大靠背角度达33度，舒适度媲美大型豪华 SUV。 首创皮卡静音科技，通过后门缝后移、迷宫式出气口等多项创新及专利技术应用，100公里每小时座舱噪声低至66.1分贝，远超同价位 SUV 水平。作为行业领导者，长城炮不断以长城炮速度刷新行业纪录，开创皮卡新高度，成就了长城皮卡连续26年销量第一的骄人战绩。今年6月，长城炮第60万台整车下线，成为首个突破60万的中国高端皮卡品牌。关注更多成都车展精彩内容，体验长城炮的最新产品，敬请锁定央视频汽车频道。